现在人民医院的天花板全部真的，你看到处都是，你看都有啊，这都已经是感染了。了解到更中心为龙到桥了以后，进入出动十三名兵力到达现场，对群众反映的两名受困的群众进行抢救。2021年9月明日偏航，已重新归横右转，进入主路。救援站已到达灾害四即将右转。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交通支线无发现房屋倒塌。我队两车六人正在前往镇中开展灾情侦查。报告完毕，报告人姚祥路消防救援站通讯员罗奇。明日偏航30米后右转。你看。日妈这个地震造得好帅，大田、街上、电杆、房子这些倒了，我的妈呀！来吧，明天倒更多，加油，在那边。球场上去吗？在球场上去。请点请各位同学是否已经传播到位，组织请指导。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2021年9月16日4:33，在四川泸州市泸县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震中距泸县约6公里，距泸州市约37公里，距成都市约197公里。当地震感强烈，成都、重庆等多地震感明显。截止到今天的6点，震区尚未记录到3.0级以上的强余震。中国地震局地震发生以后啊，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局和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就做好人员救治、灾情调查、震情监视等工作做出明确安排。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部长黄明，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林毅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罗文，副省长陈军等领导实时调度此次地震震情灾情以及应急处置情况，部署了相关工作。四川省地震局立即启动地震应急响应的预案，我们是按照省预案的二级响应，召开紧急工作会议，组织开展应急响应处置工作，第一时间指派自贡地震监测中心站和正在当地开展工作的四川省震灾防治中心工作组，以及自贡和泸州市防震减灾工作部门迅速赶赴灾区，并于5时许派出由雷建成局长、江小林副局长带队的46人现场工作组，组织开展震情监视跟踪、灾情调查等现场工作，协同当地政府抗震救灾。同时，四川省地震局组织专家会同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重庆市地震局等单位联合开展震情紧急分析会商工作，要求相关地区加强台震监测，严密监视当地震情发展变化。专家根据区域构造特征、历史地震活动水平、地震序列特点等综合分析认为，该区域近期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但余震仍将持续一段时间。抢险救援过程中应当注意后续余震的防范工作。震中附近地区抗震设防烈度为6到7度，后续地震造成建筑物严重破坏的可能性也不大。在此次泸县地震中，四川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系统震后5秒在当地部署的转发平台和终端发出预警信息，发挥了一定的减灾时效，通报结束。龙门山断裂带，其实它两个的那个构造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因为
它是这个是属于一个四川盆地内部的黄岩山断裂带，它两个断裂带是有区别的。只是汶川地震和庐山地震的发生是对四川盆地的应力它是有一个加载的作用，是这样一个关系。就说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是吗？对，他们之间因为它距离也比较远，它属于不同的构造，所以关联性不是太大。